主席，我哋可唔可以要求休會15分鐘？我哋想再討論一下。林議員，如果我正話未曾宣布開始表決，未曾宣布付諸表決之前可以提出，但係而家咧我已經宣布咗付諸表決，表決鐘現在正在響緊鐘，所以我唔能夠容許喺呢個時候暫停會議。開始表決。我要求點法定人數。唔使㗎啦。喂，兩鐘，點夠人咧？肌肉嚟㗎，投緊票而家冇得投。